什么报告啊？啊，我来提一粒药啊，给我，叫我提去给病院化验啦。这粒药啊，确实是一粒爱困药啊，而且伊的副作用都是莫名。原来是安尼，我母啊哦，最近确实是有梦游的镜头啦。伊哦，佮搞伙一通做是咧连续剧内底拍查某，还佮摕迄鸡毛枪啊佮拍呢。而且哦，母啊常常拢会爱困啊，人神神，有当时佮会困过头。原来是食了爱困药啊。是讲阿姨，那去食这啊？我唔知影，啊最近哦，食药拢是慧姐咧负责的。看慧姐一直提爱困药给阮母阿食，伊毋是食医生开的药，所以身体才会愈来愈歹。佮较那歹，伊嘛无可能讲去提这个爱困药给家己的阿妈食。那是为了会当较早跳土地，迄个是唔歹讲啊。你毋是提一本协议书叫伊写，讲等阿姨过身了，土地提着啊。你顶嘛是怀疑伊是有问题，你才提出来化验，敢是啊？也唔可。哎，这敌人敌兵不敌心呐！伊遐尼欠钱着，进前吼，甲阿姨老本拢骗去啊，果算内做袂出来。阮若真正为着钱做这个代志，就真正想过残忍嘛。唔好加载，我有周志甲袁志高哦。这个查某囡仔心机真正有够重的。哎，阿妈，先加油啊！你注意哦。哎，快上加油啊！我要吃。阿姑啦，你去创啥啊？姐姐，你先调高哦。我是叫你来欢呼，才有时间好阿母加油啊呀。这油啊，内底有只爱困油啊。啊？这边哪有可能啊？阿姨，你是不是摸唔对啊？我嘛希望是我摸唔对，因为我真正无希望，母啊这么辛苦找回来的查某孙，心肝竟然这么凶，想要伤害伊。阿姨，我知影你无喜欢我，啊，不过你袂当因为看我无顺眼，就编这种故事来伤害我。哎，姐姐啊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你想我家己老实讲，那当我大家是压出来，就无这么好收煞。你到底爱我讲啥？你是不是想要爱你阿妈的命？这都两款无同款的药啊，你是咧怀疑啥啦？阿姨，你到底是安怎啊？阿妈吃药啊，一直拢是这种啊，不是你报告下的迄个安眠药啊？无可能啊！我是摕你刚车倒伫头壳药啊去化验的呢。张明伦，迄天你嘛有伫偷看捡着母阿药啊，对不？对。你想看卖，是不是跟这药同款？我忘记了。你给我想起来。我真的忘记了啦，我就敢那会记得，慧姐真要紧迄个药啊，讲一粒拢袂当减啊。是啦。因为这是阿嬤的救命药啊，我当然要好好啊保管。阿姨，你提一个，唔知影倒位来的安眠药报告，就安尼指控我，你敢就遐尼讨厌我？安眠药？哎，啊，咱厝内底伫食安眠药，就干那你尔，啊，你房间桌顶就一罐啊。我当时有咧食安眠药。阿姨。我知影你甲蔡小月是好朋友，所以伊可能会甲你讲足侪我的歹话。你对我印象会不好，我会当理解。啊，不过你真正袂当为着要替你的朋友出一口气，就安尼一直欺负我，一直侮辱我。讲什么歹话？你伤害小月才是事实，你无这尼啊无辜。阿哥，你敢讲你无咧欠钱？你的养母爱欣赏，你把母的老本拢提走啊！你即卖嫌无够，你就暗算讲，迄块土地因为等到母啊过身才提着，所以你想要害死你阿妈，对不？对。姐姐，你讲得有道理。我一个养母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偷一个红线，我看过，吼，真正有够恐怖的啦！